请问一下，我看到你们是台大的人类系，请问你们是第一次出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吗？不是，我们有参加过其他的社会运动。是，所以你们对这个反核的议题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吗？特别的想法，应该跟一般民众差不多吧，觉得不能盖核能电厂，再盖下去。那反核已经有很多次了，你们是第一次的，还是已经参加过？游行是第一次。游行是第一次，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活动嘛，社运活动，你们平常就有在关心这样吗？对，是。那这是第一次的反核。对，我觉得这些都没有联系，就是快一些活动。那这次是为什么特别想要出来反核？我觉得因为这次是核四的议题啊，就是不能再盖新的。之前核电厂爆发出这么多就是工程疏失，所以其实整个情况让我们都非常担心。好的，谢谢你，谢谢。